吃玉米啊？要吃玉米。啊，你吃不吃？你要吃吗？啊，中午活干完了，回家我修一会儿，吃个玉米，吃不吃？怎么跟老鼠啃一样的？哎呦我去！我发现我家后院这个枣树啊，今年长挺多的。第一次吃啊，前两年都没吃过，没怎么长。今年长特别多，小心梦别过来。哇，上楼掰，吃姐，这叫拿个篓子，把它装的过来，拿个篓子过来。来来。我捡不起来。哎呀，海螺不够啊！这枣就吃这种开裂的就甜。你想吃啊？我给你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吗？好吃还可以啊。这上面的就是漂亮，我都开裂了。像这种开了裂的，带点红的，就很甜。哦，那汗，我天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行了，不这就算了吧，下来。耶。怎么跟龟壳一样的裂开了？裂开了才甜。嗯，是蛮甜的。多吃点，吃点枣仁柚子。我不需要籽。吃点甜的。我娘做的。啊？这是我二叔家那个羊圈旁边有颗。真的？好甜。那锅还没熟。饱了呀！午休，午休一会儿。